你好，下午的快五点钟了啊。今天2021年的2月7号星期天，第六周周休二日的第六周结束啊，明天进入第七周。我们环球邮报的读者们，台湾539的会员们，大家午安了啊，大家快晚安了啊。社长因为刚刚到了狮子林，买了一台旧的 iPhone 手机 SR， iPhone 手机他算我8500块钱 iPhone 的手机啊。社长第一次用 iPhone 的手机，现在试试看录影的效果，看起来镜头还算不错，也算是蛮清晰的 iPhone XR 啊。那因为也到了5点半，我们那边啊，老师要休息了。这边这个有一个女的，每个礼拜天都在里面唱歌。这位人，街头艺人正在唱《小苹果》。今天这边好几组的街头艺人，好多组的街头艺人。这个礼拜天大家要回家的时候，在这边跟人家讨生活啊。红包厂一个歌星百合小姐也跟我讲，她也是在讨生活，但是她红包厂比较好赚，台上唱个歌，台下跟人家握握手，100块赚到手了。这边的街头艺人只能赚10块20块，所以她现在也不去唱了，她这个街头艺人不唱了，就跑到红包团上了，很现实嘛啊。各位，赚钱的结局要像社长一样，做台湾539，签台湾539，是最好的赚钱的捷径。好，那我们试试看这边直播的效果情形怎么样。